不知道大家呢有没有看 F1 呢？最近的赛季呢都开始了、我呢都不是成日看的，不过呢都会有间中留意一下 F1 的新闻啦。咁啊，嚟到英国咁耐呢，我都好想去睇一次嘅 F1， 不过呢暂时就未有机会啦。咁最近呢有个朋友呢就嚟 Milton Keynes 探我呢，於是乎呢我哋两个呢就揸车去咗 Silverstone Museum 嗰度呢，去感受一下呢呢、這个赛车场嘅热切啦。咁啊，由我屋企呢边喺 Milton Keynes 揸车过去呢，其实好近啫，大概25分钟就去到啦。今日同我朋友嚟咗呢个 Silverstone Museum， 好，而家入去睇下先。啊，前面摆咗两架 safety car 喎，望下先。Silverstone 07 M2。后面呢架都系喎，入门口呢架，呢架系 Mercedes 嚟嘅 F1。雖然 Silverstone Museum 咧就唔算係好大，不過咧裏邊都有好多咧關於英國咧賽車嘅歷史資料咧可以俾大家睇到嘅。當然唔少得嘅就係咧一啲過往喺 Silverstone 裏邊戰績彪炳嘅賽車啦，一啲嘅戰車，大家都可以好近咁樣睇到。我哋参观呢个缪斯林嘅时候咧，当日咧原来系一个 track day 嚟喎，咁啊出咗去出边睇下人哋点样玩啦。嗰啲車款嚟喎。